带的表演，我们也带了新的表演给大家。因为我们从昨晚就开始练，今天中午又来练，才练三天而已。这一次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 solo。希望这次还是可以留给大家一个印象深刻。因为我一说到辣妹趴表演，然后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去年表演。真的吗？好啦，那我们礼拜日见。耶，礼拜天了。球场啦，今天是女孩趴的第二天，也就是我们的赛后表演的日子。希望不要下雨。对，因为昨天整个下雨之后，我们其实昨天的表演就延到了今天了，所以今天特别精彩哦。因为不止我们原本礼拜天要表演的，礼拜六也加进来了，很多，哦，很忙，会很忙，直接就是演唱会规格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各自排练去喽，拜拜。小紫，这次特别染红色头发，欸，对，这次为了表演染了红色头发，其实还蛮好看的，欸，就是说你是不是准备了两天不同的表演？没错，大家以为我是准备一样的，但是我两天表演是不一样，第一天是纯唱歌，第二天是唱跳。哦，我刚刚看到一支非常厉害的麦克风，我自己定制了一支紫色麦克风，超厉害，就跟你名字一样，小紫。对，结果我这个设备还不够好，他说频率会被那个原本的音乐打掉，所以他会收取不良，所以就不能带上去给大家看了。太可惜了，期待小紫上场。刚刚感觉还在练习耶，我没有在练习啦，我在听。我刚刚以为他在练习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上去彩排了，然后我想说他好认真，边吃饭然后边听音乐边练习，然后结果没有，代表我已经练习得够熟。等一下我们要彩排了，希望今天顺利啦。刚刚说个很好笑，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女孩趴不是会有一些商品吗？那签名卡上的女孩们会写一些话送给粉丝，兰兰竟然写了一些土味情话或者是笑话，所以大家赶快去抽奖。因为你看这个卡片这么大，而且这么多张，你要写这么多，你知道我写什么？我写说吃个炒面泡面还是想走进你心里。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吗？缺点你。然后我甚至写了，好，我们不能再多说了。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，我都。抽到这一张的人会有音乐跑出来哦。对啊，我好想抽到哦。打开的时候就看，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，我都知。CEO 笑话大全，各位赶快收集。我换好衣服了，饮料钱还没换，因为我们昨天没洗衣服。昨天忘记把衣服丢到洗衣篮里，结果没有洗到，他们现在拿去洗了。等一下还是有香香去，都会臭臭去。昨天下雨那个味道。今天呢，女孩们在这跑场外，然后今天的签名会呢是甜甜魅力组，对，昨天是魔力组，今天是魅力组，所以就换了另外16个少女签名。那除此之外，又有其他的场外活动，大家都不要错过哦。那赢得这么闲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，他这一次没有赛后表演，可是他有中场哦。对，这次是学姐组的中场 PK， 紧张吗？很紧张，真的假的？回国才刚学，会很紧张。会啦，他跳得很好，我们也期待他上场的表现啦。还有总监的表演。对。现在球场天空还是阴阴的，我的天啊，希望今天可以顺利开打。我们现在在休息室休息，然后竟然开始聊到女生的美容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其实很多韩国女生非常注重外表，然后就会去上美容室做很多的皮肤管理，知道吗？没有时间。哎呀，我们的都会没时间了，各位。但是多惠皮肤是真的很好，他说已经变烂了。啊？你知道我现在在多惠的旁边，就是嗯。超 Q 超嫩的，真的的，都会 Q 非常好，所以你之前都是两个礼拜去一次，难怪也可以啊。Rina 也来了， yeah！ 今年 Rina 赛前有表演，只有赛前就是跟一只鱼的合唱，是我们今年的新歌。去年是跟我们一起表演，哎，总监乐天女神帮，今年没有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的表演也够多了，非常丰富。
也希望蕾拉瑞娜顺利开唱。谢谢多惠获得礼物，谢谢获得多惠礼物化妆品，看一下有什么修复精华、眼霜、眼霜、眼霜、耶现在我们女孩就要上场了，大家都在练开场舞。我们要准备开场了，女孩们，每个人都要钞票。吓我一跳，来让我开场，开场，紧张吗？不紧张了，紧张不？而且我觉得女孩一起表演最不紧张。昨天教了他们一些正念台，结果没人看到你跳错，33个人没人看到你跳错，16个人就会比较关注到你跳错，所以其实女孩聚在一起，我是最放心的，还是不能跳错哦，因为大家都会跳错。对。那我们现在来加油吧。好，来，向所有小队友、王子鹏加油，一声最大声，我们一起来，王子鹏。哇哇，学姐不得了，学姐哦，要洗哇布，哇，熊泥化会泥，哇，好期待我们学姐要表演了，辣妹们，太正了，太正了，哎，哇，这个哇，这个不累，可以可以，那你等一下最后出去才可以跳，你的双下巴。
的人都是怎么拍的。我们乐天女孩就是要被称赞。学妹组回来了，称赞。还在紧张？不会啊，表现得很棒，而且进步超多。还在抖，还在抖，不抖不抖，很棒。还有学姐在，你看后面多淡定，都在拍照了。我们等一下要来看都会表演了，我要期待期待，嘿大嘿大嘿，哈哈。看一下我们这一组都会应援团，加油加油，快点！我们都是来看都会表演的。这边还有。中二方向的咖啡球砸到。对面，结果我一个人在这边，那我觉得好孤单。我为了上小晴的 YT， 你看我还贴成这样，你看我有蝴蝶，蝴蝶爱心，精心设计，看看，重视你的频道，太棒了，支持一下，开台。
胜利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下次一定会来。那今天因为雨势的关系呢，部分的表演是有调整，对，像有取消，那但是之后一定会补回来给大家。没错，所以大家记得下一场比赛还是要来到我们球场，没错，一起参与我们的辣妹甜咖的比赛。是的，大黑，我的表演怎么样？很棒，非常的棒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都会就是跳舞，非常非常的太喜欢了。但是我练习时间没有很多，没有很多，一天到两天练习。你才练一天到两天就有这样子，我觉得你是在刺激其他女孩吧。今天很可惜下雨，我们有一些舞蹈表演就是有取消，所以我们这一组就没有跳了。你没有跳？我没有跳了，又下雨。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我下次告诉你，我下次告诉我们的观众。我看。哇，你的分值！哎呦。我们先生又表演了，对，我忍了3年，终于鼓起勇气上台表演，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真的要给自己就是多一点自信，因为其实香香也练习很久。而且我跟你说，这次你一定会吓到，因为我是表演强的，对香香有信心，对，有信心。如果没有玩得太过的话，应该不会忘词。不会，千万不要人来疯就忘词了哈。我们的新歌叫做《给你了》，最好的都给你了。那我们要演到什么时候啊？等我们的影片就知道啦，等看看哦。对，就之后我们一定会再表演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啦，不要错过。好的，今天是 Lucky 甜趴 Day 2也顺利结束，虽然在大雨中结束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们之后还是会把表演补回来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喽。